阿卜杜沙勒木，哇，压哨命中阿卜杜沙勒木。因为山西队这边的葛兆宝从一月底受伤，然后又没有大外援，这边一个无球跑动，漂亮，阿卜杜沙勒木啊，没机会也没中。这边山西队准备换人了，转换的两分又是阿卜杜。现在队这边五个首发，起码咱不说都有进账吧，好球阿卜杜再来一个啊，起码都是有过主攻的机会了。哇，好球啊，这球很难啊。阿卜杜沙勒木回来也是空位机会，还一个，这三分没中。冷球的争抢，山西队拿回来，腾鹤奇是一个吗？还在夹击。那新疆队只有阿卜杜沙勒木三分中两投全中，其他人一个没进。里根投丢一颗，兰博克已经投丢三个，为了三分，因为放的这么空，实在不好意思不投。这又算是半个机会，好球。这样元帅已经得了六分。哇，正面还一个。又是阿卜杜沙勒木，阿卜杜沙勒木今天三分球四中四啊，已经得了18分球。马莫德啊，好像传球键是坏了，又是扛着人硬突。阿卜杜沙勒木，再看一下，给这个出界应该问题不是太大。哇！我的天哪，哈，再来一个，半场六个三分，21分球了，两分球五投五中啊，拿了13分。哇，克兰白克再来一个，跟刚才严鹏飞的情况是一样的。篮下，这球犯规了啊。阿卜杜沙勒木从一个几乎是没有角度的出手位置啊，还是把两分打进，难啊。特别是连续两场20加之后受伤，确实挺伤的。两边这会儿呢，有点真刀真枪的意思了啊。阿卜杜沙勒木这个点没人来防，莫斯篮下两人夹击，球丢了，但是篮板球有保障。阿卜杜沙勒木，哇，压哨命中，阿卜杜沙勒木，啊，这个球厉害了。33分啊，三分球7中6，按说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上篮啊，没有打中。转换，又是阿卜杜沙勒木再来两分啊，阿卜杜沙勒木连得7分。个人得分来到35分球，下手掏没有掏掉，哇，又是阿卜杜沙勒木。3分标进啊，阿卜杜沙勒木啊，这一记记三分就好像一把把匕首啊。篮板球拿到，那这样也没有悬念了，最后10秒钟收球了，不打了。那么恭喜新疆队在客场134-125还是有惊无险战胜了山西，取得了3连胜。